我回来啦！哎，哎，马上吃饭了，你要去哪儿？好了，因为恶心吃不下，吃个苹果当晚餐喽，减肥。你说谁呢你？你给我站住你！行了，这事本来就是你不对，没什么可争的。可儿，你也不帮我说话喽。普静，你帮我评评理。可儿说的很对啊。啊！哎！桌子上这么多好吃的，你们不吃啊？哼！不吃白不吃。生活多美好。嗯，香。瘦，我得多吃。就是虎黑吗？谁不会？下次可以材料整好。哎，他，哎，他不是那个那种名角，就是他那个。哎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网什么什么网？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就是他，就说完了，就他。哎，嗯，就是他。赵阳那个，赵阳那个。他是怎么这么胆子大？怎么了？哎，我好像说的是真的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干嘛？我好像说郑的鼻子是硬的，我想看看是不是像说的那样。是，哎，徐亚博，哎，你干嘛？你这人有病啊！推我干嘛？你才有病呢！走开！神经病！哎，哎，你干嘛呀你？打你啊！别打了！你干嘛摔我手机？干什么你？我招你惹你了？别打了！你不是第一天认识他？你放住手！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追啊！婷婷，神经病啊你！脑子进水了？看什么看？没见过打架。走走，你们先散了吧。走吧。你说你也是，你没脑子啊？知道你这样做有多伤人吗？我也没觉得整容有什么呀。你没听过“人言可畏”这四个字吗？现在有个别的人因为抑郁症而自杀，就是因为你们这些吃瓜群众一看到人家写什么，你们就一窝蜂的跟风，你一句我一句。现在的网络暴力可是能活生生的把一个人逼死，何况是一个女孩。那我还能逼死她呀？是啊是啊，逼死了你负责啊。那我该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赶紧将功补过，赶紧查出发帖人的 IP 地址啊！啊，好，我现在就去查。
有了，在哪儿？小区。什么小区？范甜甜他们住的那个小区。什么？一定是李妹，肯定是她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得去帮甜甜跟李妹算账去啊。我陪你一起去吧。哎，你就别去了。你一个人去，我不放心，我得保护你啊。你一个男孩，要是待会儿动起手来，你肯定是挨揍的那一个。女孩去，就算他们要动手，在公共场合也会有所顾忌的。那你一个人去，我也会不放心的。等等。啊？我跟你一块去。李妹，李妹，李妹，我之前只是觉得你有点讨厌，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卑鄙。吃枪药了吧你？我招你惹你了？有病吧你？哎，你敢做不敢承认是吧？范甜甜的照片是你发的吧？是我发的呀。怎么着？她整容都敢，我还不能发她照片是怎么着？什么事儿啊？有话好好说，吵什么呀？范甜甜整容怎么了？那是她的自由，你就算整，也整不出来呀。哼，你们一个个这么激动干什么呀？你们都整了是吧？就我这天然。就我最漂亮，我今天我打住，放手。我们女孩子的事情，你掺和进来干什么？这是在我的公司，我不允许有人在这打我的员工。你的员工犯了错，他就必须要受到惩罚。那也应该由我来管吧，不需要你们派人来吧？就是，陆总，你就不怕我把你们花直播的事情抖出去吗？我当然不怕，你们也不怎么干净嘛。你，我不管你是谁，我们今天必须要教训你妹。别闹了啊！再闹我就叫保安把你们拉出去。你没有怕你啊？你叫保安来碰我一下试试。行啊，陆总，我们三个女孩吵架，你磨磨唧唧的掺和进来什么意思啊？是李妹给你什么好处了是不是？啊？哦。我明白了，陆总，你的品味挺重的嘛。好吧，我们先走。口味重，李妹，这事你是不是做的太过分了一点？有什么过分的？陆总，你们花直播做事情都这么不讲道理吗？道理？他们害我们的时候讲过道理吗？他们是他们，我们是我们，他们这么做，我们就要跟着一起吗？汤和啊，你就是来做调研的，公司管理的事儿，你就不用管了吧？啊，你要清楚自己的位置，走吧。你，拜拜。哎呀，别生气了啊，走走走走走。好久不见了，聊聊吧。过去啊，咱们都是海月的人，现在我和你女儿竟成了竞争对手了。哼，想不到的事儿多着呢。都是老朋友了，没有必要这么针尖对麦芒的嘛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想化干戈为玉帛已经很久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很欣赏你的女儿，我想和她走得更近一些。哎哎哎，怎么样？你们怎么样？小淼，不怎么样，气死我了！谁知道半路杀出个陆明杰啊？我说你干嘛拉我走啊？刚才那个情形你也看到了，陆明杰把话都说到那个份上了，咱们俩留在那儿只能自取其辱。所以你是想好女不跟男斗，我们先不跟陆明杰一般见识，回头再好好想办法。当然了，刚才那种情形咱俩留在那儿吃亏啊。我就说我该陪你俩一起去吧，你去也没有用。我怎么就没用了？哎，范甜甜回来过没有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坏了，甜甜，甜甜，甜甜！大爷，麻烦问你个事儿。大爷，您见过这个人吗？没见过，没见过。这个？没见过。
谢谢啊，我们去那边找找。哎，你们有没有看见这个女孩？这是不是整容那个？这是。少找事，知道吗？啊，打一次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只有那些电视剧里才会这么找人，现实生活中哪有人这么找啊？你们这么找，怎么都找不到啊？这是几次人了？范甜甜微博之前有发自拍，上面都有定位，也许微博上面就会有线索。哎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在海边附近，方圆1公里左右，不过位置不是很清楚。伍子奇，走走走，我们快去。我们一起。哎。天天，你一个人跑到这儿来干嘛？你冷不冷？天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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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啊，他们在那儿。天天，伍子奇。天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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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伍子奇。小心点，可算找到你了。甜甜，对不起，你要真出了什么事儿，我也没脸活了。我没事儿。如果你真有什么三长两短，那他可怎么办呀？宅男女神范甜甜的整容门事件，对海月新媒体造成了很大的打击。但意想不到的是，同为海月新媒体的员工伍子奇，用范甜甜的账号发出了一则声明。伍子奇声泪俱下的声明感人肺腑，也在网络上掀起了一场“整容无罪，请你包容”的网络运动。不管怎么样，海月新媒体团队的社会影响与日俱增，似乎就要成为与花直播这一场角逐的赢家。最后呢，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有奖问答环节，谈一谈你对整容的看法，整容到底是否有错呢？精彩新直播，每周日晚7点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于总，您找我。坐。啊。你女儿认你了吗？还没有彻底改口就罢，但已经住进我给他准备的房子里了。那你女儿最近过得很开心啊？这得感谢于总的提携。哼，可是我的女儿最近却好像很不开心啊。我这就跟我女儿说，让她放你女儿走。不用，她不希望别人知道我的事。哦。当初你百般求我，让我给海月新媒体个机会，我还帮他融资。现在呢，公司做的怎么样？之前一直做的都挺好，主播成长的也挺快，正在争取电视台的机会。是吗？那我女儿为什么昨天一回来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闷闷不乐了一天？哦，这事儿我知道，是花直播的人做的太过分了。本来嘛，这种小事我也不想管，可我女儿是死心眼儿，我也免不了担心。花直播和海月新媒体这样斗下去，今天是范甜甜，
明天要是再整到我女儿头上，换做你是我，你会怎么办？啊！回去我想办法跟我女儿做工作，让她别跟华志博这么对着干。哼！希望你好好做工作，不然别说融资了，我本身都不希望有这么一家公司存在。好。哎，崔丹飞，门口有人找你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不要来公司找我，大家会怎么看我？戴飞啊，爸爸，啊，我也是没办法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你说的融资的事儿，我帮你问了，也找了，但是因为范甜甜这个事儿做得很难看，人家说考虑考虑，啊，可能要撤资。什么？撤资？我一直也在想，你说你们跟花之波一直这么斗下去，你一来我一往的，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我也不想斗啊，我真的觉得很累。那你跟电视台的人说，让他把这个唯一的机会让给我们，让给海悦新媒体，那我就不用斗了。博洋传媒又不是我说了算的地方啊。那不就得了吗？我拿不了代言，你跟我说公司做得不好要被撤资，我现在在努力，你又跟我说继续斗下去也被撤资，你让我怎么办啊？丹飞，你干嘛非得守在海悦新媒体这棵树上啊？现在我有能力了，你要是喜欢，咱们就在家里边，你可以什么都不用做。如果你不愿意在家里边宅着，你想工作，我甚至可以在爱捷集团给你谋个职位嘛。我不要集团的什么职位，我就要做直播。那花直播也不错，你可以去那儿啊。花直播？我怎么可能去花直播啊？其实花直播的陆总一直都挺欣赏你的。陆总，进来吧。还有三天，就到了精彩型直播直播量考核的时候了。我知道。对不起，陆总。我当初听了你的建议，不采用初心的策略。怎么样呢？我们的点击量被海悦落下了一大截。陆总，我希望您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。如果这一次还不成的话，我自己离开花直播。这可是你说的。南飞，哎，你有空吗？你来做什么？现在花直播不要我了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徐南飞，你不能过河拆桥，翻脸不认人呢。说吧。要多少钱？我不要钱。那你要干什么？我能不能再回来呀？你要回海悦新媒体啊？啊，你看你现在是海悦新媒体的副总裁，火斌一定会听你的话的。我不能随随便便要一个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人，但是你要想跟我干呢，看你表现了。李妹，啊，你在干嘛？求职简历。啊，你也不能怪我呀，可儿，这个花直播眼看是不行了，我也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。好，你要找了下家，趁早告诉我，别藏着掖着，我也好给你庆祝庆祝。啊，谢谢，但是。你太严肃了，我就随便看看。
琪琪乖，琪琪美，琪琪是我的好宝贝，我的好宝贝，琪琪乖，琪琪美。哎，楠楠你怎么在啊？你回来了？嗯。怎么这么晚呢？等很久了。快去喝汤，楠楠给你煲了一锅好汤。哎呀，楠楠，最喜欢你给我煲的汤了。那当然了。嗯，好香哦。好喝吧？嗯。慢点。嗯。奶奶汤好好喝啊。那当然，奶奶煲的汤一流的。琪琪。来，姐姐煲。那么早都把衣服给穿上了。是啊，天冷了。哦。琪琪有您这样对她真幸福。是啊。哎，可儿，嗯，你还记得吧？那时候你还小，琪琪还真跟我们家有缘，是只流浪狗，走着走着就走到我们家来了。哎呀，奶奶带它跑宠物医院跑了好几趟，来的时候连毛是什么颜色都不知道。然后呢，给它搞卫生，看皮肤病，你看看现在多漂亮啊。哎，奶奶，现在街上是不是还有很多狗狗都没有一个温暖的家啊？是啊，现在这个流浪狗特别多，你说到这天冷的时候，这些狗狗真可怜，我想帮他们可无能为力呀。哎，我想到了，谢谢奶奶。嗯，来，来，琪琪乖，跟奶奶玩哦。都来得挺早的，嗯，早上好。哎，来了。Hello。 来那么早啊？唐大人一声令下，我们不得快马加鞭过来啊？哎，可儿，你黑眼圈好重啊，昨晚没睡好吧？对啊，我熬了一整晚给你们做这些文件，当然没睡好。来，看一下。嗯，给。谢谢。救助流浪动物。对，现在很快就要冬天了，但街上还有很多流浪的小动物在街边挨饿受冻，所以我想做一场救助流浪动物的直播。这个想法不错，今天下午我跟陆翔去联系一下媒体，吴静，你跟王美人去一下宠物医院和动物保护协会，这样做能树立直播公司的正能量。可儿，那下午我就陪你去了。嫂子，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我来看看你啊。我有什么好看的？一天天的熬日子罢了。哎呦，嫂子可千万别这么说，日子还得过呢。明远走了，华成也走了，我真不知道这日子要怎么过。嫂子，你别太难过了，啊，保重身体要紧。好好的海月分成了两家，我怎么能不伤心呢？现在风波已经过去了，两家公司现在也都还不错。不过呢，怎么说都是一家人，也不应该自相残杀。哎呀，我有时候就想啊，能不能两家合作，把两个公司呢合成一个公司？合成一个公司？嗯。艾杰集团的资金呢都在总公司，新媒体呢就只剩一个空壳子。花直播现在还不错，如果合并在一起，我就帮他们兄弟两个管理管理。都是一家人，争来斗去的，耗的不还是咱们自己的元气吗？你说的有道理，可我就不知道霍斌他愿不愿意呀。哎呀，霍斌他肯定愿意，不过这件事对他影响挺大的。现在公司的事情都是崔丹飞在做。崔丹飞啊，
去丹飞那儿，我可以去说，他听我的。好啊。喂，刚刚陆明杰来找过太太了。他说什么？陆明杰说要把海悦新媒体和花直播合并。太太好像被他说动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就这么想把公司合并？你已经知道了，公司合成一家，我和你才能合成一家呀。胡静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我早就准备好了。可儿，怎么样？我开车带你们去。谢谢啊。林妹啊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哎呀，这眼睛是点儿。快个窗户，我这不是把窗户的窗帘给拉起来吗？哎呀，你赶紧的，大家都在等你呢。好，这不，哎呀，马上就好了。等一下，高跟鞋，你怎么穿高跟鞋啊？显腿长啊。有车就反正快点儿。好好。哎呀，你们来了，辛苦了。你们先把这件衣服穿上吧。啊。学姐，啊，这什么鬼啊？穿吧，哎，大家都一样的。啊？什么？有兔子被困了？在哪里啊？哦，我们马上来。好好好。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有一只兔子被困在华山路那边了。要不我们分成两队，你们两个去华山路救兔子，好吗？好好好。静静，走吧，我们快去吧。那我们先去了。那我们去救流浪狗吧。衣服，好吧，走吧。哎，我穿这穿的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，哎，我这号怎么穿呀？快来，你看，小狗狗，好可爱啊！没事了啊。壮啊，还蛮胖的，肥肥呆呆的。那以后就叫他呆呆吧。好啊，好吧，我们赶紧带他去宠物店，吃点东西清洗一下。嗯，走，走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让一下，让一下啊，小心点。你怎么倒出来的？小心点啊！哎，没事吧？我来吧。啊，不不不，你是女生，我来吧。你拉着我。好。小心点。起步就好事。来，慢慢说。他的毛真是。这些狗都脏不拉几的，一点都不可爱。这些啊都是流浪狗，都没有人要的，当然不比家里的狗可爱了。是啊，他们多可怜啊，从小就被抛弃了，免不了受人虐待。你想让它多漂亮？猫猫，嘿，这只小猫咪好可爱，我给它洗澡，抱抱，摸摸。这只不能洗澡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只是艾滋猫，抵抗力比较差。你也别害怕，艾滋猫不会传染给人和狗，只会在猫之间传染，但因为抵抗力差，所以要单独隔离养。烦死了，好乖啊！来，乖乖的啊，呆呆乖啊，呆呆，你看，原来你洗完澡，好漂亮啊！这样，你这么喜欢它，我们就带回去，正好给琪琪做饭吧。看。
可以吗？不好意思啊，这些狗狗啊刚被救助出来，还需要观察一阵子。如果你们实在要领养的话，可以先登记一下，等观察期过了，我们再通知你们。啊，去哪里登记啊？你们跟我来吧。好。没人，看一下。小花，上水果啊！快坐，快快快，说说，多久没来阿姨家了？阿姨，最近公司忙着上电视台节目的事儿，所以忙得我焦头烂额的。对不起啊，以后我会多花时间来陪您的。哎呦，阿姨真不忍心看你辛苦。哪有啊，海悦新媒体是霍叔叔的产业，我要帮霍斌把它做好嘛。真是难为你一片苦心了，毕竟你还没有嫁过来。阿姨，只要能帮上霍斌的，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其实啊，你没必要那么辛苦。现在海悦新媒体的业务越来越稳定了，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让这两兄弟合在一起一块儿干呢？嗯，阿姨，这个事儿我早就考虑过了，只是有个事情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说。说呀，有什么不应该说的？快说。你可别告诉霍斌啊！傻丫头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神秘啊？这个就是一直我不愿意和花直播合作的原因。阿姨，你可别生我的气啊！我不生你的气。其实我做这一切都是想帮助霍斌。我知道。哎呀，不谈这事儿了。对了，过两天你就过生日了，你打算怎么过？阿姨，您太有心了。我能不能跟霍斌一起过？当然可以呀。太好了。霍斌，醒了，丹飞来了。妈，我想要出去一下。丹飞刚来你就出去啊？妈，我真的有事儿。你有什么事儿？我陪你去吧。哦，不用了，你在家陪我妈说话吧。来吧，喝茶吧。他多喜欢你啊，真可爱，太可爱了。呆呆，你喜不喜欢我啊？冷冽的飘絮无处藏匿，下不完的雨，就像爱哭的你，远远地跟着我。可儿，我给不了你的幸福，幸福哥哥能给你。所有的快乐都来自你，如果我难过，也都是因为你。跌跌撞撞寻你，我相信你从未离去。你的幻想，你的委屈，牵动着我每分情绪。流淌的浓烈是你的真情，付出了我孤单的心。是你，世界上无可替代的你，是你，让我抛弃一切向你狂奔去。你好先生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吗？我可以买个吗？不好意思，这里的小狗只能认领，不能买卖。那我认养它可以吗？好的先生，不过它现在正在观察期，您先登记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吧。好，那在观察期的时候我可以来看它？可以可以。
先生，你很喜欢他吗？是啊，我很喜欢他。那这样吧，先生，您抱抱他。好啊，来，哎，来，乖，来，哦，哎，好好，来，哎呀，呆呆。呆呆，你怎么这么可爱啊？啊，你一点都不像呆呆，你挺活泼的。你为什么叫呆呆啊？是不是可儿给你取的名字？好羡慕你啊，可以被可儿抱着。你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幸福结局。霍斌，下班了，我们快走吧。啊！你忘了，今天是我的生日啊！阿姨说你答应陪我过的。啊，我记得，我当然记得，逗你玩的。等我收拾一下。哦。我知道你平时忙，没有什么心思给女孩子准备惊喜，所以啊，我自己都准备了，红酒、蜡烛、蛋糕，你只要陪着我就好了。我帮你吧。不用，你哪会做这些啊？来来，你坐着。你呀，玩手机吧。好。那我去了。来啦！好了，这几天辛苦你了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够了，再苦再累都值得。我饿了，让我尝尝你的手艺。坐吧。今天是我生日，如果不是重要电话，要不然先别接了。电话还是要接的。啊。喂，丢了，我马上过来。怎么了？我在宠物店寄养了一只小狗，他们说丢了。狗？你什么时候有只狗啊？就这两天，我得过去一趟。一定要去吗？蛋糕还没有切呢，我回来陪你吃。霍斌，霍斌啊，伸手不打笑脸人，我是给你过生日的。不合适，霍斌马上就会回来。他不会回来的。嚯，这么多好吃的，来，生日快乐。谢谢。霍斌没吃上，可惜了呀。来，坐坐。我不需要坐，你想吃什么就吃吧，吃完赶紧走。
我觉得吧，你是表面上看着精明，实际上是真傻。霍斌给你吃了什么迷药了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他呢，就像天上的云，你抓也抓不住。他现在能够失忆抛弃唐可儿，他将来也能失忆抛弃你。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我也认了。你少喝点，别像上次似的。今天我生日，我说了算。如果说霍斌不是唐可儿的男朋友，你还会这么爱他吗？你是不是来给我过生日的？我就是看也没什么朋友陪你，过来陪你喝一杯。你同情我？嗯，我不需要你同情。你走，哎，你赶紧走啊！给我滚！你翻脸翻的这么快，为什么要伤害我？哎，给我滚！